站起来。那请我们的会长带着大家，就是诵读我们八大信条，来，请会长。只有八大信条。一，忠于所事，勤勉敬业，竭诚服务，争取荣誉。二，守正不阿，光明磊落，取之以道，追求成功。三，诚以待人，严以律己，自求奋进，不损他人。四，牺牲小我，顾全大局，争论不易，忠恕是从。五，友谊之上，无物为先，谦卑思维，对在互助。六，言行一致，尽心尽力，效忠国家，献身社会。七，关怀疾苦，不若技术，人力己力，乐于助人。八，多加赞誉，胜于批评，但求补助，切莫诋毁。啊，请你坐下哈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贵宾及与会的。